今天我们来聊聊椎间盘突出的话题。椎间盘突出是一种常见的脊椎疾病，给患者带来了诸多不便和痛苦。但是或许您还不知道，有一些食物可能会对缓解椎间盘突出的症状有所帮助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种食物吧。鱼类、鲑鱼、鳕鱼、鲈鱼等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鱼类被认为对于椎间盘突出的人有益。这些健康脂肪酸有助于减轻炎症和减少疼痛感，同时也有助于维持椎间盘的健康。蔬菜和水果，高纤维的蔬菜和水果是维持椎间盘健康的良好选择，例如菠菜、芹菜、胡萝卜、西兰花等绿叶蔬菜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有助于维持骨骼健康。此外，水果中的维生素 C 有助于胶原蛋白的形成，有助于保护椎间盘。坚果和种子，杏仁、核桃、亚麻籽等坚果和种子含有丰富的镁、钙和维生素 E， 有助于减少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和炎症。这些食物也有助于促进骨骼健康和修复。以上这些食物都是对抗椎间盘突出症状的好帮手，但请注意，饮食只是缓解症状的一部分。如果您患有椎间盘突出，请务必咨询医生的建议，并结合药物治疗和物理疗法进行综合治疗。您是否还有其他的想法和发现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分享，并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愿上帝保守您的灵魂体健康，祝福您天天过得幸福、喜乐、平安。